Ray TV， 大家好，我是 Ray。 那现在呢，我就针对两个相机去做比较。那两个比较在哪边呢？像左边用的这个是 Google 相机，那右边这一个，看到荧幕晃动这个是原厂的相机。那两个焦段的差异有差一些，然后比较给大家看一下。那因为 Ray 本来是想要来吃这一家，顺便拍一下给大家看这个最近很红的肉圆啊。可是很不幸的，跟我上次来一样，他这样的人潮排队下来啊，大概可能一个小时吧。但是瑞不太喜欢排队，所以就想下次吧，想去跟他们打。感谢大家观赏，主要分享内容有各式各样的3C开箱、国内外的旅游。瑞亚每天都更新影片，每天至少更新一片哦。欢迎大家可以锁定观赏。对于影片的内容啊，或是有任何的疑问的话呢，欢迎您在影片下方留言讨论哦。今天分享就到这边，谢谢观赏。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，我们明天见。